修道至节，成天景命。没有突不破的难关，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。集体领导，整体带动，稳固崇德，向前跨越，固本图强，开创道场，持续成长。皇母恩赐忠义鼎，万世金钟，白羊镇宝，号召令，伏魔真经，愿力撼动三界，共为世界付出心力，为人间留下典范。了本兼职智慧身，内圣外望圆满成，春生归去不可问，本福世事道从尊。崇高平行的工人，心悦诚服皆精勤。得者若不领清净，打败若如心纯真。人有壮志天助真，人有善缘佛助以忠义为骨干，
团结共生为中轴，建构崇德公园大道场，都在永续领导中不断的累积，不停的深化与建设，孕育大格局的崇德道场，威同不可敌，领导昭示忠义传家，铸出崇德人，人人大忠大义，以忠义为鼎炉，炉火中锻炼出道心，锻炼出圣贤模样，超出亘古不变的决心，铸造有始有终的愿景，锻炼出佛菩萨的慈心，永远刻在心中，永远刻在心中，永远刻在心中，万古千生烈火锻造忠义心，坑领航的多少名字叫做不朽心。
告诫后学们：修道人没了忠义，没了魂。失去忠义，就是失去志节。要将忠义刻在心上，融在生生世世的生命里。每一个挫折，每一个打击，每一个逆境，都是上天最好的磨练与安排。崇德小后学们，谨遵奉行，终身不渝。群力披荆斩棘，勇壮言志诚，正心修身天之丹心，圣经化之气，一力流行精神长提，跟随之愿，万众一心，万靠福利，持平安之心，谦恭勤俭达标准心，时代不知人珍惜，高情长有同心，华云转世力，至诚不息，一心一
怀解，变化莫测于晨虹，失去一片天。